你知道羊肉怎么烧才好吃吗？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。首先羊肉用水下锅，加葱姜白酒，煮水捞出冲洗干净，放姜片干辣椒，一包红烧料，这是提味的关键，一罐过年喝剩的啤酒，一个橘子皮，开小火炖50分钟，最后大火收汁，美味就是这么简单。